主料，肉馅100克，鸡蛋半只，面粉150克，辅料，青菜200克，姜末5克，生抽5毫升，葱5克，盐1克，芝麻香油10毫升，料酒5毫升，水6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青菜先洗净，锅中水烧开，放入一点香油和盐，将青菜下锅煮水，取出切碎，放在一个小容器中。肉馅加入半只鸡蛋、生抽、姜末、葱末、料酒、香油和青菜搅拌好，盐最后放，混合好的样子。面粉150克，水60克，盐1克，做成面片，用小瓶子的上半部分压成馄饨皮，取一根馄饨皮包入菜肉馅，全部捏紧，两边再捏好了，做成功的菜肉馄饨。将刚才烧青菜的水烧开，下入馄饨，汤中调好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包馄饨不难，但是要包成元宝状还是挺考验人的能力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